CIF 忘了关防滑系统，直接大游起步打滑以后自动队友，导致第一次输得非常彻底。准备第二次 PK， 第二次关掉防滑系统以后油门太大了，后轮造成漂移打滑，又输得了第二次比赛。准备要第三次，一定要把它扳回一局。第三次马上开始关掉防滑系统，油门控制的好，终于这第三次稍微领先北极豹一点，总算扳回一局。